我第一次这么认真的在演舞台上面唱歌。不知道为什么这家公司每一次都要给我一辆肌肉车。这是 Ella 小朋友，一瑶小朋友，可以出发啦！睡了一路，这个人所以水肿了。Boston, we're here.这家小小的 MIT Museum， 我们是慕名而来。你走上来，它会有音乐。这是我最喜欢的展馆。这个展馆里面有各种动力学原理的小装置，特别的可爱。哇，这里可以炒豆子耶！哇，加速！快！哦，那这里就是可以来点高手比较那个。对。那个凳子吗？那个会转的凳子的人体 scale 版。睡了一路，这个人所以水肿了。好，跟着我一起转圈。好，转圈。太傻了吧！渐渐转好了。是一个科技 baby。好小，哇，好小呀，好可爱，它不肯走。为啥？哇，哇，好可爱。感觉它在哎，那边是日落耶。来看一下，知道这边吗？这是 Charles River， 应该是美美美。Look at that.被带到了 Boston 的一家网红店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一元等于说是为你们开启了一个新的一年。那这也是我第一次这么认真的在演舞台上面唱歌，所以献给你们了。